到了到了到了，宿舍区。哇哇，好大，好温馨啊。入住规则第一条，上交你们所有的零食。零食零食，不可能。哇，是是是，该吃该吃，吃得掉啊。现在不吃，我跟你们说，以后就吃不到了。哪有这回事，直接收了。下一个。所以你这还有个玩具，你是来玩的吗？这锅的话就是煲鸡汤，同学都会吃。让你们看龙哥这个粗糙的男人心里像有多么的整洁。哇，限15分钟内到宿舍楼下前厅集合。15分钟之内你们都在干嘛？你们的第一次慧眼选取顺序，从8人9足产生。我脱不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就是解决你如何脱开这个问题。3、4，就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。我喊一二一二，你心里就要有拍子，大。怎么一直在加速啊？要加速，我们不能这么走，这么走肯定输了呀。啊，好痛啊！放过我们吧。没练好之前就不要想着我们要输是吗？我们是一个集体，我们的班长要靠你的领导力带领你的团队去练习使劲跑，搞一下昨天的那种 feel 的 feel。 跟我的别猛加速，不管再困难我们都会走下去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为人民小军。OK， get it。 12个字，十二个字，对。哇哇哇！200，两排，200斤，两排鸡。董事成，永董事成是大胖子。如果要管理身材的话，你们会怎么样？没有解决的办法。没有解，我该如何克服在公演的时候紧张呢？你觉得你做这个会很帅，那你就去做，你不要去管别人。如何更好带领一个班级？就是我觉得对于讲呢，就不一定全都听他的。